在啊，怎么了？哎呀，不要一条，气死我！对他讲的事，你从小不明白吗？不好意思，可能是被我的律师鬼刮到了。你看多少钱，我赔你。谁让你赔钱的？今晚。Hello, ladies and gentlemen, 我是墨镜哥。每一次在拍片之前呢，其实墨镜哥都非常挣扎，很煎熬，很不想拍片。但今天拍片的时候呢，我看到了一张图，整个动力就来了。一开始呢，就来这张好笑的啊。你好，我已经会管了，再麻烦老师帮我看一下手下。我想知道我什么时候才可以遇到我的另外一半。遇不到。我都还没给你看我的手的照片，你怎么知道？我看到了你的大头贴。兄弟，你这样子的话呢，真的，我觉得手相也不用看了。原本心情很郁足的呢，顿时我就被这个男人感化了，我被他安慰了。哎呀，我想戒烟。干嘛突然想戒烟？烟越来越贵，想省钱，多抽点啊，少活几年一样省钱啊。这张图好像真拍过，下班后6点打给你。好，你这个埃及的骗子！看了一下，哦，原来过6点了，6:02了，超过2分钟就变成埃及的骗子。现在这个世界怎么变得这么复杂？地图的难度直接调到最高哦。当你已经挂，但你听到医生们拉拉链的声音。拉拉链？拉什么拉链呢？拉哪里拉链呢？哦，对了对了，丝带嘛。哎呀，丝带拉链把它拉开来很正常的嘛，大惊小怪，出去躺好。来，我们先看图。各位看到这张图的时候呢，有没有觉得，好像有点恐怖，又好像有点哪里奇奇怪怪的？告诉你，这个看起来很像在实验室，对吧？但其实这不是实验室，那些看起来像是研究人员们的呢，其实他们是星巴克的员工。这里是深圳机场的星巴克。现在人生活真的是太不容易了。在不在？在啊，怎么了？你要赔我一条，气死我！对他讲的事，你从小不明白吗？不好意思，可能是被我的律师鬼刮到了。你看多少钱，我赔你。谁让你赔钱的？今晚过来陪我。哎，这张图我正好拍过，真开心，今天能跟你出来约会。为了这一天，我存了好几个礼拜。啊，你人真好，不过我不建议一次哟。我说的不是钱啦。存了好几个礼拜，哇，那他一定很多。哪里多？零钱啦，零钱。哎，不对，他说的不是钱。啊，完了，我无法帮你圆了。你自己被抓去关吧，帕克尔罗。不要，就是他，带着他。你们男生真的有说过抱歉，我有女朋友了，这句话吗？有人要送你钱花，你会说抱歉，我有钱了吗？刚开会做到脚都麻了，结果现在还在麻。在。这是什么对？这是什么对话？我们鸡同鸭讲。跟你说我还在麻，然后你说在。来啦，之前那个很多卡通都被恶搞，像那个神奇宝贝啊，还有什么哆啦 A 梦啊，还有火影忍者啊，这几个算是重灾户中的重灾户。现在樱桃小丸子也中招了，先来一张比较轻微的，症状严重的呢，我们等等再讲。小丸子啊，你知道爷爷年轻时其实超强的哟。啊，原来一拳超人老了之后呢，就跑去演小丸子。体力没了，跑不动了，就是啊，去演这种感觉 没什么戏份的角色，应该说没什么武打戏份的角色。哎呀，没想到啊，没想到，原来那老头年轻时这么强。好，再来这张有问题的了。今天我们要上的是一个小男孩。老师，你确定你今天要上一个小男孩吗？等一下，你上就好。什么我们要上？我跟你讲，我没有这兴趣。放开了，狼师，又一个狼师。根据你目前的银行账户余额，你能够买哪一种三星产品呢？三星中抓饼，三星中抓饼。账户余额可以买什么产品？穷到只能买葱抓饼。嗯，
我的上司同事有，我也不懂的地方就要问啊。哼，这种问题你自己不会想啊，这两种性质。如果有一天你送你喝醉的漂亮女生朋友回家，送到她的床上，接下来你会怎么做？ A. 把她盖上被子悄悄离开。 B. 气两下。 C. 摸她的脸。 D. 跟她讲讲喳喳。啊？选啊。B C B C 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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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嘉义水上，你在哪？我在南投水里，你在哪？我在彰化田中，啊你嘞？我在高雄湖呢。这到底都是什么些烂土？拜托是机做的。学长你好。你好，有些话想跟你说，但是不知道该怎么开口。没关系啦，你就直说吧。就是希望下次学长打球小心一点啦。哦，担心我受伤是吗？没有啦，就是你今天撞的那个穿六号衣服的男生是我男朋友，他很瘦，经不起你这样撞的。我好像下载错了隐藏版本的忍者。哎呀，鸣人你真是，哎呀，出天你们也太早了吧！啊，你们在这个画面不是应该出现在几年之后吗？那就太快了！你们是怎样穿越时空拿到个隔几年的剧本，然后直接开演了是不是？有一个网美不守规定挨罚，坦言做错就是做错了，不会再犯。然后呢，就有一个示意图。好的，在示意图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哇，真的是非常有诚意啊！果然道歉就是要展现诚意。那重点不是他的诚意，重点是呢，这个照片啊，为了保护当事人，把女生的脸部打马赛克啊。那不过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旁边的狗不需要打马赛克吧？旁边的狗狗错了吗？为什么要把它打马赛克呢？狗狗应该是一点都不会在意吧？好的，接下来这张图，如果你看得到，那你一定是老司机。老婆回家对老公大怒：“你是不是和我没羞有脸？”是啊，啊，我不是经过你同意了吗？你傻逼，我什么时候都会挂掉。我问你秘书小美能不能干，你说能干啊。喂喂喂，好，下一张。你为什么都不像你闺蜜小美一样讲话用叠字？为什么要用叠字？因为叠字可爱啊。好，手机给我看看，全部都是奶奶，我们需要站台，你不上吊试试？道歉，我要包包，不然别想包包。我还是喜欢你原来的样子。相簿，等一下，相簿都是奶奶。哎呀，是很孝顺，里面都是他的奶奶的照片，是不是？哦，年纪大了，怀念奶奶小时候照顾他的时候，跟奶奶小时候的相处时光，是不是？哎呀，对了，是这样子，是这样子了。没有什么嘛，为什么不人家删掉他人家的奶奶照呢？你删掉啊，以后人家奶奶挂了，人家没得回忆怎么办？真是的。当你在交友软体上刚认识的帅男孩说他约会的对象用一只手就能够数得出来，实际上情况应该是这样。奶奶的嘴，骗人的鬼！我们来算一下这张图中到底有多少根手指头？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好，我放弃。喂，你昨天又晚睡了吗？哼，怎么没有啊？好了，最后面呢，我们有一张非常有意境的图当作今天的结尾。和朋友聊天的时候谈到了天龙八部里面的段王爷，我问朋友说，你知道段王爷为什么能够把妹吗？朋友说，废话，人家是王爷。我说，你太天真了，你以为他的一阳子是用来打架的吗？哦，王爷的一阳子不是拿来打架的啊。我真是一直都在误会啊，错了，我真是大错特错，难怪人家那么会把妹啊。哎呀，好了，那这个一阳子到底是拿来干嘛的，这个呢你们就自己去想象啊，十分有想象空间啊。那冲着这个段王爷的一阳子那么厉害，今天这部片呢值得一万个赞。那么订阅墨镜频道是必然啦，要不加会员那是一定要的，加会员干嘛不知道啦，那么就明天见了， See you tomorrow， 拜拜。